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Lin， 今天给你们拍一个汉服的开箱。知道为什么我今天要打扮成这样吗？因为一会儿我要给你们试穿这些汉服。这是纯手工刺绣的圆扇，它还送了两个底座，扇子的价格是69块一把，我买了两把。一个是蓝孔雀的，一个是夸了的。手工刺绣的会比机绣的更生动精致。这些刺绣的丝线在阳光下都会闪闪的，缩面刺绣看上去更立体。这个汉服也送了扇子，不过这个扇子真的是很一般，真的特别差。我们看一下这汉服吧，他拿了这一套是100多块的汉服，这套汉服的价格是198元，这几天会给你们试穿。这套紫色的是125元，这批汉服都是便宜的。这一套是最便宜的，73元，它上面的图案都是印刷上去的。现在这一套是128元，橙色的，看到这个颜色我连穿的冲动都没有。买了两套，这一套是灰色的，图片看上去很仙是吧，可是我拿到手的颜色真的是很难看。虽然没有仔细打开看，但是略略看了一下它上面的图案还有颜色，我现在只有一个感受，就是这两套汉服我连穿上身的欲望都没有，想马上把它退掉。这几天我会陆续的给你们试穿这些汉服，这些汉服都是200块以下的。之前我有说买800多块的汉服太贵了，说100-200块就有质量一样的，不过我现在看上去真的是很不一样，到时候试穿你们就知道了。好了，我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，记得点关注哦，下期见，拜拜。